他们的举动不过是为了挽救云豹小公主岌岌可危的政治生命而已。我绝对肯定他的决定，同时我也支持全部都收集证据，悉数提告。面对事实的真相跟家人的清白，我也会奉陪到底。查证这件事情是每一个政治人物在进行公共评论需要做到最基本的责任。我看到我父亲他一生所怀抱的志业环保反核，因为这些人为了挽救他自己低迷的民调被铺天盖地不实的扭曲，在这里我绝对肯定他的决定，同时我也支持全部都收集证据悉数提告。面对事实的真相跟家人的清白，我也会奉陪到底。